大家好，我是小静。有一种肥胖想必大家都见过，大腹翩翩，腹部松软，腿粗水肿，并且动不动就特别爱出汗，这种是典型的气虚型肥胖。像普通的减肥方式，节食、运动、吃减肥药都不管用。针对这种肥胖，今天分享一道代茶饮。首先准备五克黄芪，黄芪是一种补气的中药材。再准备五克茯苓，茯苓可以去湿气、消水肿。先加入清水，把食材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，直接倒入养生壶中，加入1000毫升的纯净水，先煮上10分钟的时间。接着再准备3克陈皮、3克荷叶，加入清水，把食材清洗干净。荷叶茶自古以来被称为瘦身茶，含有的生物碱有非常好的分解脂肪的作用。清洗干净之后，用滤网过滤出来。10分钟之后，再把荷叶陈皮也倒进去，继续煮上5分钟的时间。尤其是黄芪和茯苓，需要久煮才能发挥它的作用。这道茶特别适合虚胖的人群。虚胖其实是身体中水分的囤积，这道茶有非常好的祛湿消水肿的作用。腹部松软肥胖、大腿粗、爱水肿、爱出汗的朋友们，不妨收藏起来这道茶，每天喝上几杯，身体轻盈了，慢慢的就会瘦下来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